啊，请大家跟我读啊，社会、社会、会竞争、竞竞争，争、森林、森林盛、盛暖和。暖和，嗯，来再读一遍啊，暖社和，会、社竞会争、竞争，森林、森林盛、盛暖和。暖和，嗯，好，来，我们一起读一遍。社社会会竞竞争，争，树林巴林。森林，盛暖和，对啊，这是森，对啊，森林，森嗯，对，铅笔森森林，好，这林22是暖和，对啊，暖和，和暖是和，轻声是吧？是暖和，对，暖和。好的，来，有请第一组吧。不不仅仅社社会会上上的的人人与与人，邻人之之间间有有竞争，有风竞雨里争，竞的争各种森这林物里种，的各种森景林物里的之各间种人也物之间也有有竞争。竞争，我们的这社一会点竞争点不也会不夸张，奇怪。科我技们发的展社快会速，正在快速发快展，速发展，科技也在不断技进也步，在每不个人断在进社步。会中都有每个人社会在责社任会中在都社有会的中责任都和有自己的义务。义务。责任和义务，对，小李，小李小远李，小为李社向会全做社出会都出贡献，于贡是献，他选择是了他选择了当志志愿愿者，者，当嗯，对，志愿愿者，者，嗯，对啊，当志愿者，志志愿者，愿者，嗯，志愿者，志愿。好，不仅社会上的人与人之间有竞争，森林里的各种植物之间也有竞争，这一点儿也不奇怪。这一点儿也不奇怪啊！我们的社会正在快速发展，科技也在不断进步，每个人在社会中都有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小李想为社会做出贡献，于是他选择了当志愿者。对啊，志愿者都知道是吧？一般都是，不拿这个金钱，不。但是现在的志愿者也是有很多都是那种付费的志愿者，对吧？虽然名上是志愿者，但是也不是说100%不要钱。对，也某一个组织也会给他们提供一个资金，是吧？给他们一个报酬，然后他们会这个去当这个志愿者。大部分是这样的，当然也有那种比较少部分的，就完完全全就是免费的那种志愿者，对吧？像这样的完完全全就是去当志愿者的人，一般都是，要么他就是真的很伟大，是吧？真的很伟大，想为这个社会做出一点贡献；要么就是比较缺乏经验，他想积累一些经验。对啊，对，也这很，我见的最多的是这两种。疫情发生以后，不是我们所有的这个教育系统从线下直接换到这个线上嘛，是吧？到现在为止，大家都发现线上的这个教学也是，也有它的好处，是吧？就这真的是有它的好处，像咱们这样的这个7点到8点半的课。对吧？就算是你是仰光人，你也不一定能7点准时到课堂里面来上课。以前这个疫情之前的话，我也开过这种7点的课，而且刚好我开的那个7点的课是星期六、星期天早上7点，结果呢，星期六早上的话没有人，因为起不来嘛，是吧？星期五晚上的话，大家都很嗨，是吧？傍晚学生的话，这个刚好休息是吧？星期五休息，上班族也是星期五休息，所以星期五晚上的话，大家都很嗨，出去玩就回去比较晚，休息的比较晚，所以到了这个星期六早上的时候，基本上是起不来，所以我的那门课是基本上没有人。对，刚好那个也是我刚到阜新，然后我要接的课，对对，我是从别的老师接过来的，是那回事啊。然后
连续五六个星期吧，好像5个星期吧，应该不到，对，反正就是大概1个月的时间，连续1个月时间没有学生来上课。哎，我都怀疑，哎，这门课要不要关了？我跟这个我的校方领导说，要不要关了？就1个星期了，连续1个星期没有人来上课。然后校方领导说没事，先开着。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复兴的，师资很庞大，是老师超级超级多。那个时候，疫情之前啊，如果你们疫情之前在复兴上过课的话，可能会知道，有很多志愿者老师是吧？中方派过来的志愿者老师，还有一些这个外派老师，对啊，两种老师啊，中国老师也有分两种，一个是志愿者老师，志愿者老师的话，他们可能是刚刚大学毕业，可能没有那么多经验，或者是刚进入这个行业，对，那样的叫志愿者老师。但是外派老师的话，相对比较厉害的那种，对，他们是这个专业出身的，然后有一定的那个经验或者是什么能力等等，对，反正就是那个时候人很多，对吧？然后没有，是吧？没有学生啊，只是跟大家分享一下。然后所以线上还是挺有用的啊，我觉得我个人觉得是线上的这个教学可能应该也会一直延续下去的，因为这个线上教学可以把这个空间和距离可以忽略掉，是吧？空间和距离，你不是说我没有教室是吧？就我没有教室，我没有钱租一个小房间开一个补习班。没关系，你可以开线上，是吧？就像我们现在大部分人不在阳光地区，你没关系，你也可以上线上，对啊，所以这个线上也是挺好的。然后想说的是，2019是吧？疫情发生以后，我也想过，哎，我要不要开一个这个免费的那种线上课？然后那个时候，如果你们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有一个 page 叫 Start Chinese 这个 page，有人。少部分人知道啊，但是只有少部分人了。现在没有多少人知道这个 page 了。然后那个时候，我也有很多水平不错的学生，然后他们说他们想教汉语，然后那个时候就给他们提供一个这么一个Facebook page，然后让他们去教。然后大部分同学已经不在了，对，有些人已经去中国了，有些人已经在那个什么别的机构当老师什么什么的。对，那个时候他们就是完完全全就是那种来当志愿者，就完全就是不要钱，我也发不起工资，说实话，对，他们就完完全全不要钱，对，然后就对，这样的工作我们也可以说这个志愿者。然后那他们你们可能会有问题，那老师他不要钱，他要什么？他图什么？是吧？可能有些人就是单纯的就是为了社会做出贡献。就这句啊，为社会做出贡献，有些人也是为了积累一些经验，对啊，现在已经有些人已经是那个，对，比较已经很厉害的一些老师了，好，分享给大家啊，来，那接下来是，人变多了，好，来吧，第二组来。三大社会中，中国岗位，工作岗岗位，位，中国工作岗位的竞争非常严烈，他激烈，们激烈，他们两家公司之间连有着，很强的很强竞争，很强的竞争，这样，不断推出新的产品，虽然比赛中在中充满了竞争，竞争，但大家还是保持了良好的忙的体体育，身，体对，身。体育精神。来，我来读啊。现代社会中，工作岗位的竞争，对啊，竞争非常激烈。竞是四声啊，要下去竞争，对啊。
他们两家公司之间有很强的三生二生很强的竞争，不断推出新的产品，像苹果手机和三星手机，是吧？他们是吧？这非常强的竞争，他们两个之间。虽然比赛中充满了竞争，但大家还是保持了良好的体育精神，这是值得表扬的啊，这是好事儿。竞争，大家注意啊，这个竞争的话，我们一般说激烈，对啊，竞争很激烈，对啊，竞争很激烈。比如说像咱们班这个竞争激烈吗？不激烈，是吧？或者说毫无竞争可言，是没有什么竞争，因为没有利益就没有竞争，是吧？这是正常的，没有利益就没有竞争。假如说。比如说我们每一次发言是吧？每一个人发言一次，你能拿到1000块钱缅币，或者是10000块钱缅币。我不相信你们会是吧？不去征求一些是吧？不去争一些。所以现在的话没有这样的事儿，所以没有利益，没有利益的话没有太大的竞争，对啊，这是理所当然的，是吧？每一个地方基本上每一个地方都是这样的，在工作当中也是这样的。工作当中竞争很激烈，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利益有利益嘛，是吧？如果你不竞争，如果你不努力，如果你觉得无所谓，当哪一天你被这个公司这个是吧辞职了，那就完蛋了。对，所以为了不被淘汰，你得不断的动起来。对，久而久之，时间久了就变得非常的。竞争变得非常的激烈，对啊，是这样。好，那你们现在的公司是属于竞争非常激烈的公司吗？是吧？是的，对，现在都是啊，现在跟我们以前小时候的那种理念不太一样了，对吧？特别是这个外企做的，就是外国公司的那种公司做的话，竞争特别明显，是吧？特别特别的明显，你得是吧？不断的这个提升自己，不断的这个学一点东西，不断的去完成你的任务，每一天都有任务要去完成，是吧？对，等等等等，很多，对啊。好，来吧，下一个是第三组来吧，谢谢。而剩下的一些比较低矮的植物，就只能潜在这些高大植物的下面。吃饭时不要浪费，尽量把食物吃完，不要剩下。昨天做的菜还有很多剩菜，今天可以再热一下吃。这个月的工资用了一半，还剩下不少。可以存起来。对啊，好。而剩下的一些比较低矮的植物，是吧？大家还记得吗？植物是什么意思？就什么什么什么可以叫植物？树。哎，对，树木、草，是吧？还有花儿，等等，都会叫植物。哎，对，可以啊。还有一个是吃饭时不要浪费，是吧？尽量把食物吃完，然后不要剩下。对啊。昨天做的菜还有一些剩菜啊，剩菜剩下来的菜，那剩女说过是吧？我跟大家说过有个词叫剩女是什么意思？剩女是第一个剩女是什么？小闺女，第一个剩女是剩下来的女人，什么叫剩下来的女人？还没结婚的女人。啊，对，很好，还没结婚的女人是吧？或者是，对，就是还没结婚的女人是吧？就相当于是什么？就别人已经选走了，然后你是没有被别人选走的剩下来的女人是吧？有点难听。对，这个就是现在
网络词啊，这是网络词，说的是那种年龄稍微有一定的年龄了，但是你到现在还没有结婚，甚至都没有男朋友，对，没有谈恋爱，这样的女人可以叫剩女。对，以前的话，你到30岁还没结婚什么的话，对他们可能会说，哎，你已经不行了，是吧？这剩女。但是现在的话还好，是吧？30岁不结婚，对，好像也社会也包容度比较强，不会说什么了，对啊，就剩女。下面的那个剩女呢？下面的剩女是什么？省圣的是吧？省圣的意思，比如说像那个什么天主教是吧？天主教 Catholic 里面，我不太了解啊，就是如果错的话，了解的人帮我纠一下。天主教里面不是把这个耶稣的妈妈当做是圣女，好像是这样子是吧？我不太了解，好像基督教。Christian 是把这个耶稣当作是神圣的，然后天主教是把耶稣的妈妈好像是玛丽吧，是吧？没有，玛丽应该是对，把她当作是神圣的，就叫她圣女。对啊，这是我知道的啊，如果错的话，大家记得纠一下我好吗？好，这两个圣女啊，分享给大家。好，最后一句是这个月的工资用了一半，还剩下了不少，是吧？可以存起来。对，哎，对，这个你们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吗？这个月的工资用了一半，还剩下不少。是的，然后有是吗？哎呀，有，有哦，有，太不可思议了。反正我没有，我从今年开始就。感觉不够用，不够，甚至不，甚至还有点欠款。说实话，每个月就最近2、3个月的话，就有点欠款的感觉。每次领工资，然后老婆，我的太太就说：“哎，已经把多少钱还给别人了啊！”我就觉得很奇怪，我们才月初我就花了那么多，而且每一次还的是那种100万、100万啊，我100万，是吧？领到工资这个100万就直接没了，就有点。吃惊就吃，有点吃不消，又有点吃惊这种，因为我们现在的工资是，对，我们是汇率，但是我们的汇率是去年就8、9月份的汇率，所以想一想是吧？我们的汇率已经很不行，很不行了。对，我们是一年算一次，所以有点亏。对，年初还可以，这年初还可以，但是到了这个像第二年的。是吧？中间这里就有点不行了，所以我们两个也是，到今年年初就有点不行，包括我太太生孩子是吧，用了很多钱，然后我的大儿子也开始上幼儿园，也要开始花很多钱，所以就最近还是有点吃不消，所以第四句我都好久没有发生过这个第四句了，还存起来，别存了，就每个月都要还的太多了，对啊。生活琐碎分享给大家，又回到第一组了，来，在呢，在的吗？在好，呢，和吃饭水分比比较多较的那多一的种地椰方，子，弯天弯气长完长完的，全又大的，又厚，又大又烂又厚，几个长红舌豆中才的吃，但狮是子普直通的普沟通方的双顶方尖的关紧系终紧于张得关到了系和终谐，于等终到于了让暖人和，和暖和。休息了一会儿都休后，息他了一的会儿头后，头他的有头所头有暖所暖和，和，感觉感觉感好觉多好了。多了。老师又温用和温和的的语语气，气暖调和和和暖和缓了离紧张的气候，今天的这对，我气氛。下面3个写的是缓和，是吧？上面是暖和。对，暖和的话，这个比较简单，说暖一点的，是吧？暖暖的那种感觉叫暖和。那缓和是吧？下面2、3、4的，如果仔细的同学可能会发现汉字不一样啊。缓和，对，不，这里面不说火是吧？不是喝乌窝这个发音，是它喝二声的和，叫缓和，对啊。
缓和一下时间。一般这个缓和的话，缓和一点时间，缓和一些紧张。对，比如说经过长时间的沟通，双方的紧张关系终于得到了缓和。你看，本来是紧张的，是吧？缓和以后呢，这个紧张还有吗？暂时没有了。哎，这个叫缓和。包括头痛有所缓和。对，头痛现在还头痛吗？没有，这稍微的好了一点。对啊，班里这个缓和了班里的紧张的气氛。哎，你看这个是吧？缓和气氛。对啊，一个是暖和，一个是缓和。对，不一样啊。我把两个词放在一块儿。对，但是我们要学的是这个暖和，对，因为比较简单啊，所以我就改了那个。行，下面一个是来第二组，植物会为了。植物为了阳光、空气和水而竞争，北风与南风，北南为风了比为了肩比更有南能更力有而能。靠得起来，他们决定谁能把人们身上的衣服和大大衣衣统脱掉，统或呃脱掉，谁就赢了。谁做赢了？骤然界中，不少动物和植物为了保护自己为而了改保变护身自体的颜色或者样子，然后使这自样己成子，为周他围自环己境成的为一周部围分。环境的一部分。周围的一部分，为了什么什么而做什么，是吧？一般是为了的后面是目的地，而后面是你去做的某一件事情，是吧？可能是 verb 吧，对，是吧？为了什么东西而去做某个什么什么东西，比如说植物是为了什么呢？为了这个而做什么呢？竞争，啊，他们两个北风和南风，是吧？为了什么什么而吹。吵起来，对啊，北风和南风，好像，哦，不是，我应该是风和太阳，对啊，那个故事是风和太阳，不是这个。好，下面一个是自然界中，是吧？大自然，自然界中不少植物、动物和植物为了什么什么而改变颜色的样子，对啊，比如说变色龙，是吧？变色龙就是其中一个。对，好，那我们来试试看啊，为了什么而我们会做什么？试试看好吗？给大家2分钟的时间。好，来试试看吧。胖一点没关系，健康最重要，千万不要。为了美丽而减肥，对，千万不要什么而减为了美丽减啊，肥。对，为了美丽而减肥啊，对，很好。还有吗？还有不同的答案吗？为了长肥而不吃长肥药。
为了减肥而吃减肥药，哎，可以，可以，也可以啊，嗯，可以，可以，好。哎，下面二，我们不应该，我们不应给该钱为和了同钱事，而工作，应该让应钱该为我让们工钱为作。我们工作。哎，对，我们不应该为了钱而工作，应该让钱为我们工作。哎，说起来倒是比较简单哈，说起来倒是比较简单。哎，有点像那种什么，现在的那种什么，经济学家是吧？那些网络的一些，嗯，是吧？所谓的这个经商，哎，对，经商之类的，他们说出来的样子，都要为钱而工作。但是你们可能发现吗？对，大部分人还是为钱而工作。对，那你们是怎么理解让钱为我们工作？这个怎么理解？有句话说，人赚钱干容易，钱赚钱干容易，是这个意思。我想哦哦，的是，对，意思是，可以再说一遍吗？人赚钱不容易，钱赚钱干容易，是人那个。赚钱不容易，钱赚钱更容易。钱赚钱干容易，哦，干。好的，钱赚钱更容易，你要让钱赚，更容易。让钱赚钱。是嗯嗯，要，更容易一些是吗？对，太可容易，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吗？是怎么样的？我来，没事没事，就是，好，比如说啊，假如说比我，如说你买投票呢，让他全奖嘛，这那样的，你不用去，工作，你自己干一点工作。不行，嗯，是，是，对，这个例子也可以的啊，比如说咱们如果，钱比较多的是吧？钱比较多的，比如说一个月你能拿出100万。目前啊，目前100万缅币，你可以攒到100万缅币的人来说，你可以把这个100万，与其说是攒着，是吧？与其说攒着，什么都不做，就放在银行里面攒着也可以。但是你可以用这个100万块钱，你去做一些更有意思的，是吧？让钱生钱，是吧？就像，是那样的意思，对对，钱滚钱，是吧？就滚雪球的那种感觉，对，是可以。那老师可以做什么？比如说像我的话啊，如果是我的话，我可以雇老师啊，是吧？这样像我可以我的话，我可以雇老师，我会比如说像100万块钱，我可以雇一个，还可以是吧？HSK 4.5的一位老师，我觉得一位都可能雇不起来吧？就现在的这个价钱来看的话。哦，是吧？让他去教书，我可以吃一点百分比。对，这是最简单的方法，嗯，是吧？最简单的方法，嗯，对。就是像，但是如果没有那么多钱怎么办？对，这是一个问题，对吧？钱多了，你去赚钱，这个比较容，好像啊，看起来比较容易。但是钱少的情况下就，现在难办一些。假如说你一个月顶多只能最多最多。只能攒10万块钱缅币，是吧？10万块钱就得背，是吧？那你好像也做不了什么，是吧？好像做不了那么多东西。你去买金子好像也不够，是吧？金子好像也不够。你去换美金，好像这个10万缅币好像也换不了多少钱，是吧？对，所以这是一个底层，是吧？底层的人比较头疼的问题，是吧？嗯。好的，谢谢大家的分享，那就我们继续第三。非要为了需要而找，而联系父母，找时间陪。嗯，不要。不要为了需要的时候而找父母，不要为了需要的时候而联系父母。联系父母。嗯，联系父母，找时间陪陪父母。对，可以，可以。嗯，好，还有不同的答案吗？其他同学？不要为了工作忙而不关心父母，哦，对，这个也找是，时间。是，不要为了是吧，找工作而不关心父母，或者不联系父母，忘掉父母，对。好，行。
对，还好啊，因为我的爸爸妈妈不在身边，对，平时的话，对，每周五我爸爸会联系我，哎，但是现在好久没有联系我了，因为他那边没有信号，对，手机信号都没有，已经好像快1个月了，对，这个不太好。来，好，那就这个18到22，看看还有没有问题。好，没问题啊，那就先从第二组先来啊。第二组，请跟我读啊。不仅社会上的人与人之间有竞争，森林里的各种植物之间也有竞争，这一点儿也不奇怪。不仅社会上的人与人之间有竞争，森林里的森各种林里植有物各之间种也植有物竞之争，间也这有一竞争，点这也不一奇点怪。也不尽管。植物会为了阳光、空气和水而竞争。先到这里。植物为了阳会光、为空了阳气而竞争。一些空高大气。的植物往往能获得更多的阳光、空气和水，而剩下的一些比较低矮的植物就只能长在这些高大的植物的下面。一些一高些大高的大植的物植往物往往往能获得更多的阳光、空阳气和光、水，空气和而水，剩下的剩一下些的比一些较比低矮的较植物就有只的能植物产就在能这些高放植在物这的里。下面。由于气候条件不同，世界各地植物叶子的样子也很不相同。由于气候条件不同，世界各地植各物叶地子植物的样不子见也了，不见很了，不相也同。在暖和、水分比较多的地方，叶子往往长得又大又厚；在阳光特别厉害、水分少的地方，叶子就会长得又细又长。在暖和、水分比较在多、暖和、水分比较水多的分地比方，较叶多的子往地往方，长叶得子又大又厚。在阳光特别厉阳害、光水特分别厉少的害，地水方，分叶子没就会长得又细又长。很好啊，来，我来读给大家听。不仅社会上的人与人之间有竞争，森林里的各种植物之间也有竞争，这一点儿也不奇怪。植物会为了阳光、空气和水而竞争，一些高大的植物往往能获得更多的阳光、空气和水。而剩下的一些比较低矮的植物，就只能长在这些高大的植物的下面。由于气候条件不同，世界各地植物叶子的样子也很不相同。在暖和、水分比较多的地方，叶子往往长得又高又厚；在阳光特别厉害、水分少的地方，叶子就会长得又细又长。好，再来一遍。不仅社会上的人与人之间有竞争，森林里的各种植物之间也有竞争，这一点儿也不奇怪。植物会为了阳光、空气和水而竞争，一些高大的植物往往能获得更多的阳光、空气和水，而剩下的一些比较低矮的植物就只能长在这些高大的植物的下面。由于气候条件不同，世界各地植物叶子的样子也很不相同。在暖和、水分比较多的地方，叶子往往长得又高又厚；在阳光比较厉害、水分少的地方，叶子就会长得又细又长。有请第三组。不仅社会上的人与人之间有竞争，森林里的各种植物之间也有竞争，这一点也不奇怪。植物会为了阳光、空气和水而竞争，一些高大的植物往往能获得更多的阳光、空气和水，而剩下的一些比较低矮的植物就只能存在这些高大植物的下面，由于气候条件不同，世界各
各地各职地业者的业样子的样子也也好像很好，在南方水分比较多的地方，叶子往往长得又高又厚，阳光特别厉害。阳水光特别分快，少的地方，发小的地叶子方，叶子就会怎会么长样？得又细又长。不好意思，第一组。不仅仅社社会会上上的的人人与与人人之这间双与体游竞戏当争，天将三公理里千的里各外种各植物种之植双物体皆游有竞竞争争呢？呢？也有竞争，这一点也也不不奇奇怪。怪。奇怪，植植物物会为为了了阳阳光、光、空空气气和和水而水生，而竞竞争争的的高高大大的的植植物物往往往能能获获得得更更多多的的阳阳光、光、空空气气和和水，水，空的和阳生光、和空一气些下的比一较些低矮比较的低植矮物，的植种物植只能能长长在在那那些些高高大大植植物物的的下下面。面。由于由于气精候灵条条件件不不同，同，是各各地植各物地叶植子物的叶叶子的子样也子很不像，相也同同相不相同啊，在相南方同南和方水水分分比比较较多多的的地地方，方，叶叶子子往往往长长得得又又短短又又厚，厚，在在阳阳光光特特别别的的阳阳光光特特别别更厉少害，的地水方，分叶子行都业会地成方，长叶又子粗又又长。长得又细又长。好，他说的是什么内容？大家发现吗？他说什么？两个字，看看两个字，谁找到那两个字？关于什么？节物的植物，对，这不非常想好，对，植讲物，的这。对，很好。其实，他开头写的很好，是吧？这个就是写作的技巧。大家发现吗？写作的技巧，一开始的时候他就用了这个人与人之间有竞争，是吧？不仅有这个，而且也有那个，然后这个不奇怪，然后开始讲他想讲的内容。对，为什么他要举这个人和人之间呢？为什么他要举？对，一开始的时候他为什么要举这个例子？比较明显。比较明显，非常好，可以比较明显，而且我们都是人，是吧？不，年轻人。所以你们发现吗？一般所谓的好文章，是吧？所谓的好一点的文章、好一点的内容、好一点的电影、电视剧等等，音乐等等，一般都是有共鸣的，是吧？有共鸣的，这个共鸣度越高，喜欢的人就越多。是吧？什么叫共鸣？也就是说，他写了一个东西，然后你读完以后，你会感觉，哎呀，我也有这样的感觉。这个就是共鸣，是吧？这个就是共鸣。所以有时候我在讲课的时候，我有时候会说一些跟课堂没有关系的一些内容。对，可能有些同学会觉得啊，这个老师太啰嗦了，是吧？其实也不是，我也在非常非常努力的找大家的共鸣。是吧？有些跟我年龄差不多的同学，可能共鸣的比较快，是吧？对，比较快一些。但是咱们班有很多比我小的人，是吧？可能比我小20岁的人，所以就我得努力的去找这个，是吧？我和他之间的，是吧？对，一个共鸣点。对，所以好文章，大部分好文章也有那个特点，是吧？就有没有共鸣，写出来以后感觉，哎，我也有这样的感觉啊，我曾经也是这样的啊，是吧？所以你们以后写文章的时候。是吧？一般这个开头的时候，你用这个比较共鸣度比较高的一个东西去写，可能会效果好一点。对，就像这篇文章，是吧？第一句话一上来他就说，是吧？人和人之间有竞争，哎，是吧？没，我们都是人呀，是吧？而且我们都是处于这个竞争比较激烈的一个年代，所以马上就想怎么说被戳中的感觉，对，马上就被带进去的感觉。对啊，然后才是继续说他想说的内容。对啊，所以我个人觉得是他写的非常成功。啊，好，那看看吧，这个植物之间会有竞争吗？有竞争，对，他们会为什么而竞争？空气、水、阳他光、们长大，对，空气为水。了长，还有一个东西是空气空水。气而水，阳光，阳光，对啊，这三阳样东光、西，空气而水。是的，
好，为什么世界各地植物叶子样子会不同？啊，因因为为它大小们，相同，因为暖和之分，水分，气候条件气不候同，条件不同，气候条是件的，气候条件不同。他主要想说的是气候条件不同，然后这个是干嘛？他在。在暖和水方比哎，较多的地方，叶子会说的是更差加别灵性。活。从写作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个部分是在举例子，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举例子是吧？举他的例观子。点就这个是吧？这个句子是他的观点，但后面那么长的一段是在干嘛呢？举例子，对，他想说的是气候不同，所以叶子这个样子也不同，怎么不同呢？是吧？比如。这里这样，那里这样，说他不举例子的时候，大家发现吗？不会每一次都说，比如或者是例如，就拿什么什么来说，这不会每一次都会这么说的。很好很好，所以抓住这个重点是吧？抓住这个作者的重点，作者的观点，就是我想说的是这个例子，对啊。所以就总的来说，这篇文章说的是什么？就是植物，是吧？他想说的是植物也有这个竞争，对。而且就是因为有竞争，为了什么而竞争呢？为了这个而竞争，所以条件不同，它们样子也不同，就这么简单。对，这个就是核心的思路，是吧？作者核心的思路，对，这三个。对啊，好，那看看还有问题吗？没问题啊，所以这个话题是目前你在的单位有竞争吗？竞争到底有多激烈呢？谈一谈，好吗？这个我这个我喜欢，这个我喜欢这个啊。来，我们就继续吧，请大家跟我读《海洋海洋，》海洋，底美人鱼，美人美鱼，人人鱼，公鱼，里，公公里，里，仍然。然仍然，然排列，排排列，列排列，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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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海洋，海洋，海洋，底，底，美人鱼，美人鱼，公里，公仍里。然仍然排列，排列梦，排列梦梦，梦好，一起吧，海洋海洋海洋美底人鱼美美人人鱼鱼公公鲤鲤仍然人人海排列排列列排列梦梦梦。对，好，这个应该没问题吧？没问题啊。这里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这个。仍然，对啊，22声仍然，还有一个是梦，对啊，对，梦不是梦，对啊，需要注意。好，我们来看海洋，第三组来吧，地球上，地球上大约百地分球上之大七约十一的百地分方是之蓝色十的一海的地洋，方在是美蓝丽色的的，海底世在界里，这它就是这里生活生着活各种各着样各的种各泽样国的动物。动物，小小明明特特别别喜喜欢欢去海去边，看着看边无际着的无海际的洋，无让际他的感到放海洋，松。让他感受到放松。海洋里有海洋里有各各种种各各样样的的生物，生从物，小鱼从小到鱼巨大到巨的。大鲸的鱼，鲸鱼，鲸鲸鱼，鱼，种种类类繁众多，多，对，繁众多，很多。好，对，所以地球上大约71%的地方是蓝色的海洋，对，这也说说为什么我们的地球是吧，整体上看起来是蓝蓝的感觉，是吧？好，美丽的海底世界里生活着各种各样的植物和动物，对，确实是这样。如果你们看过那个，生活片是吧？像那种什么 Discovery 之类的话，哎，对，可能会发现这个海底也是，很有东西，我们去探索是吧？等着我们去探索，对，很深啊，感觉不可思议的感觉。好，第二，小明特别喜欢去海边看无边无际的海洋，让他感到放松。你们去过那不里吗？有啊。就对，去过的啊，是吧？大部分人可能去过厄布里，然后如果没有去过厄布里的话，可能很难说。
可能是大部分人因为额不离太远了，所以只是去了强档卫生，强档卫生。如果你们去额不离的话，然后因为我以前的时候，喜欢去旅游，然后去一个地方，我也会待上很长一段时间，比如像2个星期、1个月那种。我在额不离待过2个星期。是14天，哇、哦，超级超级无聊的那种，但是很不错。有一次有机会的时候，好像我去了那个有一座小山，有一座小山，我忘记了是那座山名字叫什么。然后那个山上面有一个佛像，而且这个佛像也是很高的那个佛像。你们知道吗？马德岛，哎，对，我想起来了，马德岛，对，你们可以记下来啊，如果。有机会去额不离的话，一定要去马德岛。对，对，一定要去马德岛。然后，对，下午一些这个太阳落山之前，我们是去了这个马德岛。然后刚好这个，因为是山上嘛，是吧？也不是很高的山，就有点像小丘那么高。然后山上，然后我们就一直等着这个太阳落山，真的真的很美。对，你们可以去看看。这海边本来就是已经很美了，是吧？但是你是从这个高一点的地方看到这个大海，是吧？高一点的地方看到这个海洋，刚好赶上了这个太阳落山的那个时间段，就是真的真的很美。对啊，有机会去那不里的，现在是肯定去不了的，是吧？那边情况不太好。等情况好了，对，有机会去那不里，然后大家可以去看看这个马德岛。嗯，好吗？哦，对，那个时候是那座山上面，大家肯定会看到这个无边无际的这个海洋。嗯，好吗？好，下一个是鲸鱼，知道吧？就是很大的那种，是吧？鲸鱼，好像据说也是这个马上就要灭绝了，是吧？马上就要没有了。种类繁多，是你看繁就是很多的意思，比如繁体字，是吧？简体字和繁体字，大家分得清吗？咱们现在学的是什么字？简体字，嗯，对，简单的简简体是吧？字。简体字，哎，对，繁体字的话，目前这个台湾地区、台湾、澳门、香港地区仍然使用，还有包括一些这个西方国家的那个唐人街是吧？大部分还是使用这个繁体字，对，比如说像美国那边是吧？唐人街，广东人比较多嘛是吧？广东人比较多，所以他们现在用的这个字还是繁体字比较多，嗯，啊。好，这是海洋，下面是第一组，来吧，美人鱼。美人鱼，我们好，小时候都听过美人鱼的故美人事，鱼的故第事十里，三心章海第迪三斯十里，三章故的事海里迪世写界的更比美，故事里写的更美，就算在几公里深的几海公里，里也仍然深能的看到深东的西。海底也仍然能看到东西。嗯，对。能看到东西太不可思议了，《美人鱼》好像邓超演的一个电影，周星驰对，好像是周星驰导演的电影叫《美人鱼》，有人看过这个吗？我给大家看看啊，可能看到海报以后可能会发现，哦，这原来是这个，等一下啊，我马上找。美人鱼，邓超。看过吗？嗯，对不起。看过老师。嗯，是吧？有人看过，而且这个画面是吧？这一幕真的太搞笑了，是吧？很搞笑。然后看起来，周星驰的电影都是这样子的，是吧？周星驰的电影看起来很搞笑，但是。也很深，是吧？虽然笑笑笑笑笑，但是在其中也有一些他隐藏的一些东西，是吧？周星驰应该不陌生吧？周星驰没有吗？这里没有，好吧？这是邓超，你们就看邓超吧啊，邓超应该就认识。如果认识那个跑男的话，可能知道啊。好。对，感兴趣的可以去看啊。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是关于这个美人鱼的故事，但是，它里面也涉及到了一些，是吧？就日本人的这个，是吧？做的一些事情。嗯，对，感兴趣的可以去看。好，好，下面有请第二组。
仍然，对，能看得见吗？看见了，看见，好的，嗯，就算在几，就算在几公里深的海底，也对，仍然能看到东西。能看到蓝鲤东虽然不西，聪明，但别但都仍然有很多值动得自物然们学习的地方。追求角色，准赛时，如果把如果九零十时，分钟后仍然是零比零零，比零，按照规定可以进可进行以进加行时比来三决定三战决役，定输赢。输赢，对，很好啊。对，足球决赛时，如果90分钟后仍然是零比零，按照规定可以进行加时赛来决定输赢。上一届的这个世界杯是吧？世界杯的决赛是阿根廷和法国是吧？阿根廷和法国好像超级精彩是吧？快到90分钟的时候，他们两个是平分，然后所以加时赛。这边踢进去，那边又踢进去，这边踢进去，又踢进去，然后一直在踢，好像很超级精彩，是吧？对啊，这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反正是我是印象比较深，嗯啊，仍然这一直都是这样，给大家2分钟的时间。好，我们来试试看啊。第一题，我又跟大丈夫。我又更衣，我丈夫躺了在教室。仍然全部算结果。比如说，你再跟他好好商量。那很可能他仍然全部算结果。仍然谈不出结果来，谈不出结果来，嗯，谈不出结果来，可以，可以，还有吗？仍然，他和我的想法不同。对，就简单一点，仍然不同意就可以了，对。我又跟我的丈夫谈了，这件事仍然不同意，所以 B 才会说：“哦，你再好好谈，是吧？还想好好商量一下。”对，这样啊。好，来第二题，尽管这只是一场误会。尽管这只是一场，仍然解释一下仍吗？然开心。解释得了。仍然解释得了就逻辑仍不对。然马上解嗯。决。因为，马上就可以解决。这只是一场误会。你看啊，一般一场误会的话会怎么样？正常的逻辑是什么？如果有误会的话，要解道释歉。清楚嘛。比如说啊，别人来不小心撞你，那你会生气吗？不小心，他也说啊，对不不起，小对心不的起，话不会哦，是吧？生对，气，生对。气不会生气。他不会生气，如是果吧？故意的话，一定会生气。那当然，那这里说的是误会，是吧？按理说的话，那个人不会有太大的情绪
激动，但是前面加了尽管，哦，是吧？尽那管。意思是吧？逻辑要相反的来了，嗯，所以我们想一想。只是一群尽管这只是一场误会，人，嗯，发生人，产生发对生对，可以，这个逻辑可以继续。人，发生人，吵架，就简单一点说，仍然发生了不必要的吵架，不必要的冲突。哎，这痛个苦。好，嗯，对。尽管这只是一场误会，但仍然发生了没不必要的冲突。对，啊，这个好，嗯，对啊，是就这样吧，那就好。第三，一个70岁还有梦的老人，你看，相反是冉吧？冉星星寒，还年轻，星还年心轻。事还年轻，冉冉有年轻的心。等我们看一下，一个20岁就放弃了理想的人，心已经老了。可以，仍然有年轻的心，还可以。嗯，还有不同的答案吗？别的同学。冉冉心还年轻。仍然心还心年还年轻，这个轻，也可以，对啊，仍然心还年轻，对，嗯，可以吧，就这个吧啊。然后第二个是因为分号嘛，是吧？它是用分号这来写的，所以前面和后面是要有关联的啊。行，行吧，那就来第三组吧，好像是的。许多。你会发现出各种颜色的亮光，像一个一个排排列列起来起来的的灯，灯，没几个，就像就在像梦在里梦一里样。一样。老老师师要要我们求把我们玻拿璃出排列整齐，周以一此排证列明将我们举行办动。在课堂活动。小明喜明欢显把是书老架师上在的上书的书，但颜色排颜列色排列看看起起来来很有很趣。游戏。超超过过多了年的坚持和多努力，年的他的毕业计坚划持成和功努力，他的毕业计划终于梦想成真。对，梦想成真。嗯，对啊，看看，许多鱼会发出各种颜色的亮光，像一个排列起来的灯，美极了。注意发音啊，美极了，就像是梦里一样。对。我们可以把这个桌子排列整齐，按照什么什么来排列，对吧？还有最后一个是梦想，对，梦比较简单啊，做梦一是吧？对，梦想成真，对啊，梦想成真，对。现在很多人都去中国了，是吧？很多人都，嗯，对，不像我们那个年代，是吧？我在的时候，北京这座城市，缅甸人还算比较少。对，还算比较少。然后，为了缅甸人之间帮助，我们还成立了一个缅甸来华学生会，对，缅甸北京学生会的那种学生会。但是现在看起来没有必要了，对啊，好像人已经很多了。嗯，好，来下一个，第一，哦，没有了，嗯，看看还有没有问题吗？没有老师。没有问题，好，嗯，行，那就先来第一组跟我读啊。地球上大约百，不好意思，好，来跟我读。不好意思啊，地球上大约71%的地方是蓝色的海洋，在美丽的海底世界里，生活着各种各样的植物和动物。地球上大地球约上百大分约之百七分十之一十一的分地方之是一蓝方色的的地方海是蓝洋，色的海洋，在在美丽美丽的的海海底底世界界里里生生活活着各种各着样各的种植各样物的和植动物物。和动物。
我们小时候都听过美人鱼的故事，其实真正的海底世界比故事里写得更美。我们小时都候听过都听美人过鱼美的人故鱼事，的其故实事，真其正实的真海正底的世海底界世界都比故是事比里写写得的更更美。美。科学研究发现，海洋底部看上去非常安静，然而却不是一点声音也没有。海底的动物们一直在说话，只不过人的耳朵是听不到的。科科学学研研究究发发现，现，海洋底部不看看上山区去非常非常安安静，静，然而却不是一点却不声是一音也点没声有。音也没有。海底的在动说物们一话，直在只说不话，过只人不的过耳人朵的耳是朵听不是到听的。不到的。另外，就算在几公里深的海底，也仍然能看到东西。许多鱼会发出各种颜色的亮光，像一个个排列起来的灯，美极了，就像在梦里一样。另另外，外，就就算算在在几几公公里里深的深的海海底底，呀，也仍仍然然能能看看到到东东西。西。许多许多鱼鱼会会发发出出各各种种颜颜色色的的亮亮光，光，像一个个排列起来的灯，美美极极了，了，就像在就梦里像一样。在梦里一样。对啊，美极了。好，那我来读大家听。地球上大约71%的地方是蓝色的海洋，在美丽的海底世界里，生活着各种各样的植物和动物。我们小时候都听过美人鱼的故事，其实真正的海底世界比故事里写得更美。科学研究发现，海洋底部看上去非常安静，然而却不是一点声音也没有。海底的动物们一直在说话，只不过人的耳朵是听不到的。另外，就算在几公里深的海底，也仍然能看到东西。许多鱼会发出各种颜色的亮光，像一个个排列起来的灯，美极了，就像在梦里一样。好，再来一遍。地球上大约71%的地方是蓝色的海洋，在美丽的海底世界里，生活着各种各样的植物和动物。我们小时候都听过美人鱼的故事，其实真正的海底世界比故事里写得更美。科学研究发现，海洋底部看上去非常安静，然而却不是一点声音也没有。海底的动物们一直在说话，只不过人的耳朵是听不到的。另外，就算在几公里深的海底，也仍然能看到东西。许多鱼会发出各种颜色的亮光，像一个个排列起来的灯，美极了，就像在梦里一样。好，有请第二组。地球上大九约下大约71%的地方是蓝色蓝色的海洋，海洋，在美丽的在美海丽的海底，世我界可里，以生活着各种各样活的着各种各样的植物植和物动物。和动物。我们小时候都听过美人鱼的美故人事，鱼的故事。其实，真正真正的在海。海世界底比世故界事里比写故得更事美。里写的更美。科学研究发现，科学研海究洋发底现，部海看底上底去发非现常安静，非常安然静，而却不是一点声音也没这有。一点声音也没有。海底的的动动物物们一直一在直说在话，说话，不是个人人的的耳朵耳是朵听不到。是听不到的。另外，就是在就算在几公里深的海底山里面，的海底也仍然能看到东西。能看到东科西，学会也发现可各以发种出颜各色种颜的色的阳光，亮光。像一亮个光个像一排个列起个来的灯，排列起来的灯，美美极极了，了，就剩下就你像在梦梦里里一一样。样。对啊，美极，对啊，美极很好。还有这海底是吧？因为它是三声，前面变成了海，是海底。对，好，来第三组。
地球上大约71%的地方是蓝色的海洋，在美丽的海底世界里，生活着各种各样的植物和动物。我们小时候都听过美人鱼的故事。其实，真正的海底世界比故事里写得更美。科学研究发现，海洋物看上去非常安静，然而却不是一点声音也没有。海底的动物们一直在说话，只不过人的耳朵是听不到的。另外，就算在几公里深的海底，也仍然能看到东西。许多鱼会发出各种颜色的亮光，像一个个排列起来的光，美极了，就像在梦里一样。嗯，对，OK 啊，美极了。对，别的发音问题不大啊，就是三声二声的这个美极，还有一个是海底，海洋，对，海洋也是，三声二声是吧？海洋，嗯，好，其他的没问题了。所以看看啊，海洋在地球上占多少百分比，多大的比例？71%。嗯，71%，还挺多的啊。然后，海底世界里有什么？有植物跟动物，人物和动物，人各物、种各样的植人物物和和动动物。物非常好。科学研究发现，在海底部能听到什么？能听到动物声们的音，说话，说话的声音，说话的声音，对，说话的声音很好啊。然后能看到什么？能看到各种颜色的亮光从鱼发出来的。嗯，对，感觉像是那种什么鱼是吧？像是灯是吧？感觉像能看到灯，能看到东西，对啊，很神奇是吧？我读完这篇文章以后，我也觉得很神奇啊。所以你喜欢大海吗？最后一次去大海是什么时候？嗯。